Hello， 各位好，终于翻到嚟呢个《旧味录播室四》啦！依家咧已经打到最后，即系第八个道馆最后一只啦，非常之艰辛咁，终于有机会可以打到最后啦。咁睇下我依家可唔可以打赢？我未试过打赢嘅。咁依家咧，李如龙又瞓着咗啦，我唔知点解个 BGM 有问题。我装咗讲究围巾嗰啲咁嘅嘅嘢，系啦，咁啊食个瓜合作用先啦喺度，跟住寄身啦。佢好似唔知四级定五级降威吓咗，咁我应该赢啊，其实。赢咗啦，佢唔会爆到激嘅，搞啲唔赢啦，终于非常之难打呢一个道馆啊！对于我呢一个队嚟讲，点解呢？我先讲我点样赢先。首先我一开头用龙龙岩，龙龙岩揸头带嘅，头带用地震震死水母，跟住第二只系铁甲背啦。咁铁甲背就系用龙龙岩，睇下可唔可以打到佢，打到佢就用地震震一震佢先，跟住再用庞岩怪，庞岩怪出嚟放钉啊，放钉。咁啊，之后咧，龙庞岩怪会死嘅，庞岩怪死咗之后到无黑鹰用近身拳击打，之后咧就到之后全部都系用奇异花打，系啊，临尾要一定要留奇异花嚟打李如龙啦，因为我冇一隻可以打赢李如龙。之后咧最尾咧就靠无黑鹰加李如龙双威吓咗佢四至五次，所以先打得赢，系啊，非常之艰辛啊，好难打啊呢个道馆。同埋咧，依家咧，其實咧，我冇地方升呢嘅，冇地方升呢，一系要翻去打水母，咁我話費事打水母啦，即系打水母其實都唔係高呢，而且去嗰個升練努力值嗰度咧，佢變咗五呢，變咗五呢嘅重咧，搞到嗰度冇得升，原本咧嗰度可以升呢嘅，嗰度可以邊刷努力值邊升呢嘅，但系係咪咧？我記得印象中係可以刷呢嘅，不過變咗咧，依家變咗淨係得努力值可以升咯。冇得升 level 嘅，所以就比较麻烦少少啊，又懒得去练啦。OK， 依家终于有机会嚟到呢一个嘅四天王道啦。啊，各位十呢嘅重，好系时候帮佢学招攀瀑布啦。攀瀑布唔要冲浪啦。咁啊，同埋李如龙学招地震嘅，虽然冇乜作用啊，迟啲有机会洗走佢。系啦。7000蚊都买乜都买唔到噶啦，同埋我买咗讲究系列两个，跟住一个名玉啊，呢啲就唔使自打赢住，冇乜可能打赢，我相信。而家先打咗呢个蛋散，呢个仲有个蛋散要打。OK， 照旧咁样过啦吓。OK， 唔好轻机啊，老友，游击捞其实都可以用嘅，真心。云掌咪尖石攻击啦，直接一嚟即刻打唔中，我见到。麻痹，哇顶食药，咁冇啦。如果佢中，佢开棉花防守之后中一下尖石攻击，其实都扣一半。啊，佢冇开添，仲死得快。呢度照用尖石。哇，唔系一隻嘢打赢啊嘛。万钢多多唔学啦，冇位啊。毒长尾呢度用岩石好似唔得，好似会半减，照用咯。啊冇喎，唔记得咗啊，唔好意思。沙池怪换做奇异花或者用庞岩怪。不如用地震，哇唔系哇，两只岩石打晒，认真呢只我哋用照用地震，或者大爆炸都得，大爆炸先，精神利刃啊，好在爆得快。如果用精神利刃嘅话，我哋用只武黑鹰，跟住用飞行技打，哇快过我，搞掂啦，算二打呢、這个系啦，起码二打我道馆先呢、這个，肯定，因为太难打啦道馆实在。好 ，OK， 我哋终于可以打天王啦，各位。游击蜡，我都想捉一只，再唔系执个瑜伽大师玩下都好。好，海参地震震死啦。其实真心呢一个滚动岩都几劲嘅，啊，滚动岩都几劲。怪力，俾你学啦，唔要招地震啦，啊，唔好啦。防岩怪好啊，唔好要招地震，一阵间再帮佢学。跟住仲有碎岩要学系嘛，冇记错。格拉，铁掌力士，喷喷下水先呢度。呢度先系升呢地方啊，各位。呢度先系升呢嘅地方。如果唔系咧，喺出面嗰啲地方都唔知边度搵，边度有位可以升呢？冇位喎，俾李如龙咯，唯有李如龙要攀瀑布。系咪出咗事呢？真系出咗事啊！睇得出，
好，呢度推过去，一快得滞咧就出事。如果你咪用闪光，其实呢度闪光边个学到？奇异花又得，奇异花冇位唔得，嗰四招全部都唔铲得，一铲咗就出事。系咪呢度啊？喺呢度啊？喺呢度推上搞掂唔得，跟住呢度有人要打，我记得冇错。大食花，咁我出冇黑鹰啊！即刻走得快啊！费事烦，系咪要甩咗粒命肉佢咧？粒命肉真系痛死人咯、啊！打到呢个位好似，诶唔喺度咩？喺度？咦错唔喺呢度？我先唔系呢度咩？啊顶跳咗出去！又翻嚟呢度，王最终喺呢度喎，定系呢度跳出去咯？好似咦，冇印象添，点行啊呢条路？呢度得啦，搵到啦。顺风我居然用老翁龙，照用啊！尖刺攻击打爆佢啦，富迪，照打，好在啫。跟住呢度啊，呢度入去，咦？呢度神奇糖果，咦？唔系呢个位喎、啊。应该系呢，应该系呢度咁样推嘅。点解啊？点解冇咗条路嘅？嗯，即系呢度。系咯，我记得系呢度嘅。望望先呢度，呢度咩样噶？咁样行过去。唔得，呢度跳出去啊！呢度先啱，唔系呢度啱啦。跟住呢度游水嘛，我记得系啦。地震啦，一定要留地震啊！龙龙岩留地震唔得啊！唔留地震嘅话会打唔赢，跟住拎走碎岩。OK， 呢度又开始考我技啦，要啊！呢度又要攀岩，呢度要攀瀑布。一个包庇啊，一个包揽晒所有工具，呢度洗落去，呢度中间系啦，跟住呢度系点啊？哎，想打地震啦、啊，跟住用哦呢只顶嗰只咁嘅月石，阿布苏鲁。定啊，唔俾人换重，咁换呢只啦，唯有尖石攻击怪力，尖石攻击都冇嘢可以用啦，搞掂。顶又嚟多只太阳岩，搞掂。呢度啱唔啱咧？诶、欸，呢度又有嘢喎。会唔会？哎，唔够技啦，挣扎。哇，乌鸡佢挣扎，哎，死咗添。尖石攻击，怪力，顶啊！条友仔啊，食药会唔会救我啲先？咦，呢度啱啱上嚟嘅，换翻只重先。如果唔系，佢会系咁撞怪。好傻面喎呢度。不过唔系，应该印象应该记错咗。又游水，
真系唔系好记得条路点行啊！地震贪宝宝，差啲洗咗地震，洗咗地震我就玩完。呢度系头先上嚟嗰度。好啦，跟住呢度打咗啦，跟住落嚟呢度，所以呢条路系唔啱噶啦，已经啊，唔系呢边。有咩路可以行喺度？我闪光真系好唔方便。点解有条咁嘅路嘅咩？你我落咗去先啦。咦，边度嚟噶又？点解又要碎岩噶？怪力大爆咗尖石攻击。唉，俾庞岩怪學住先啦，尖石攻击唔要住啦。唉，到啦到啦，黐线劲难睇，劲难揾条路。好啦，仙人掌。天鹅，我就死啦！即刻走，唔好谂啦！即走，跟住即刻回血。OK， 哇！呢个中心执过嚟喎，呢个咩噶？哦，药嚟嘅，唔俾带啦系嘛？可以带咩？天王嗰啲呢个学技能吸收拳，终极吸收扮演火水流尾火拳，终极吸收热风，冇咩特别啦。特殊技嗰啲可以学，哇！雀仔可以学热风，扮演冇乜用。火拳，火拳龙龙岩有用啊，但系，哇！系、哎、有啲难抉择喺度，唔要重磅啊。其实唔要重磅都得嘅，其实。但系我哋先睇一睇天王嗰边嘅情况如何先，望一望先啊，各位天王，喂唔好啊，唔好成日吓我先得噶，唔吓得嘅大佬。是不是真的不给大药呢？打一支去看看，在外面买一支试试先。跟大药的训练打真的没用，真的。那你右手边那个有屁用啊？好 ，OK， 哇，踢了我就。哦，后面那个有得回血的，哇，是啊，这里这里是噩梦的开始，各位。呢度系噩梦嘅开始，神鸟全身二色技能，黐线嘅，仲要放二色技添 ，D D 金勾拳。呢度已经成队系双打咯，所以呢度冇乜可能打赢，因为佢成队都好劲，啊成队都好劲，而我呢度哇点打啊成队我，我得七十几呢啊，呢度升呢嘅地方应该系得。应该系得天王诶，呢、一个嘅冠军之路嘛，喺冠军之路升呢咯，好似以前都系冠军之路升呢嘅，我记得。O、OK、K 啊，咁又要慢慢升呢啦，然之后执一执对嘢。首先你一定要执走只多多先啦，只多多系冇乜用。啊，呢啲其实冇乜用嘅，真心打天王嚟讲，因为打天王呢，你冇可能用嗰只狗啊，因为嗰只狗呢。如果撞到特工嘅，其实玩完噶啦。如果好似头先第一场咁都还好，但系撞到特工嘅话咧，其实嗰只狗好大机会会死。除咗玩劇毒之外，冇咩嘢玩嗰只，同埋好啦，唯一有啲机会有可能玩得到嘅就系奇异花咯。首先一定要玩只威吓先啦，呢啲双打嘅话，双打要打只威吓，唔打威吓嘅话就唔系下马威啊，唔系威吓啦，威吓都可以，即系双威吓咯。双威侠比较保守啲，如果打头先嗰只咧，双威侠系好好嘅。譬如奇异花啊，唔系李如龙加武黑鹰咁样组合咧，其实唔错。但可惜嘅李如龙太低咧，要升一升先得。如果唔升嘅话咧 ，level 唔平衡嘅话咧，咁就好容易输嘅。系啦，同埋其次嘅就系、其实可以要多只李如龙啦，一只李如龙做打，一只李如龙做盾，其实两只做配合，其实唔错嘅，系啦。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就可能掉咗多多利，跟住掉埋只庞岩怪，换只鲤鱼龙，再加一只可能系超能力嘅，
啊，咁其实都已经好够打咯，我觉得。OK， 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打四天王，砌一砌队先，砌完队再打四天王，系咁先，拜拜。